期谢谢你呢。就这样呗。什么年代了还写信？字儿还挺好看的。今天发生了很多事，突然上热搜，受到那么多的关注，甚至连节目上做的冰淇淋也受到大家的喜爱。说真的，第一次有人说喜欢我，第一次有人相信跟需要我，哪怕只是需要我做的冰淇淋，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。回想起来，如果没有你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所以，谢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。看不出来，还挺懂得感恩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信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。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avan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对你